在想，如果我没有念卫理，现在的我应该正在回家的路上。不过在卫理的放学后，我们最期待的是和同学一起奔向温暖的宿舍，和同学们一起打闹抢早间，从在家里无时间限制的贵妃浴变成了超有效率的战斗澡。感谢慈悲天上父，赏赐饮食养我们，恳求天父教我们，自己有地分给人。卫理大餐厅成为了我们的美食天堂，在卫理园地中，我们学习分享，也学习感恩。我们也喜欢在课余的悠闲时光，走在操场上，吹着凉风，享受着独自一人的沉静时刻，或是与好朋友坐在草地上尽情玩耍。能够在卫理这块忘忧的原地相遇，成为好朋友，分享彼此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小确幸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卫理，那应该会是：卫理是我们的第二个家。